硬币连商店连开有六个阶级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阶可以换到比较好的。这现在是不是没有用啊？这个凯撒才有用啊。凯撒现在还能换吗？像这个不是啊，哎，什么东西呢？只能有特定的活动商店才有在卖啊。你说这个，那个技能皮肤是什么？这个好问题，这个到底是干嘛用的？可以。应该是被遗忘的系统。被遗忘的系统，军官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商店里面有卖什么东西。我记得有一个十七星啊，应该是摆在最后面。哦，职业型的伤害字型，有一些字型还蛮好看的。到时候大家就自己弄硬币，然后用硬币去买。哦 ，OK。然后这个戒指好像之前也出过了嘛，我记得。对啊，之前出过了，已经出过这个戒指了。对，戒指是一样的东西。然后你可以再买那个卷轴自己来强化。哦，然后，护卫者阶级，这些跟以前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啦。啊，这是以前好像没有这个，这次有多一个双链的交的使用券，一个月的使用券。那商店还是统一吗？那就新的商店了。我说你买了，假设我买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会不会再？不会啊，他可以重置，他会有写啊，像上面你说几号几号会再重置？对对对，他会说几号，哎呦。哦，这个进行补货，没错。那、哦、没有就是不会补了，没错。我刚要抽什么字型？我看看嘛。可以啊，抽啊，可以抽，抽，爽就抽。还有这个。饕餮奇宠永久，升30秒，这是椅子吗？对呀、啊。军官，纪念碑椅子，选择职业伤害自己，抽个5个。哎、欸，哈，他只能抽一个哦。没错。他这自己就只能抽一个。我还以为他是一样可以买好几个。来抽。哦，他是自己选哦。对啊，以前都随机，他可以自己选。以前都随机，这次可以自己选这个字型。精灵游侠的，这次有出过啊？有啊，很多都出过啦。这很多出过了。没错。哪一个是比较好看的？感觉都还好。这个是什么？破风的？不是破风的。怎么没有夜使者啦？还有海龙字型。海龙了啊，选海龙。好丑哦！这很多都出过嘞。椅子，这椅子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超多椅子。哎，这里不能坐。没错，这边不能坐椅子啊！好废。我怎么说不能坐椅子？好，再稍微看一下商店里面有卖哪些东西。这里面买绿石哦。对啊，这个买完里面是绿石，没错。哦，但是现在不能买，因为还没有开放那个版本。绿石可以买到绿石。指挥官轮回星火，每周一早上10点会再次补充7个，送星火啦，好爽哦，又可以开闸了。他有送15星诶，这边有送15星，这边还有送一个17星。15跟17星两个，然后这边哦，这个字型，格瑞小队三，这字型感觉很好看哎。你们是最喜欢那种中文字型的吗？我看现在大家都这个字型最这种有单位的，好像最好。那风之谷字型我看有人3000在收哎，我们不懂。你说那个中文的？对啊，那个有人3000在收哎，而且喊很久，好像还没有人要买它。有人问说哪时候七折欸，你买一个东东看看，他会嫌你。他有七折吗？他会讲，他会说哪个七折。我真的欸，2月9号购买的话会打七折，所以2月9号会打七折。这样回答到你吗？好，2月9号会打七折。OK， 好，我们先去外面。右边。那这可以做什么？这干嘛？右边啊！那这干嘛的？没有干嘛的。好废！密钥有2个啊，然后我觉得椅子超帅的。等一下还有点装，它里面有卖点装，我已经买好在身上。
游戏音量太大。好，调一下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返回原处，反正开最后。